按照这样说，大陆你什么东西都有了，你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有了，哪里还需要到海外去购物呢？哈哈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全成都最潮流的地方——太古里。你看街上的人，一个比一个潮。这个路口好像是在春熙路的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屏幕。好可爱啊！好 Q 啊！哇！来啃桌子。对啊。然后刚刚那个熊猫画面一出来，每个人拿手机拍，然后那个画面一跳过，后来跳了一个什么广告，大家就就走了。然后这个西广场很怪异的，大的一些品牌，但是它全部都是那个中式的这种房子。我现在亲自来到这个太古里，我总算了解什么叫时尚之都了。哇！哇，这是现代与古代的结合哎！哇，成都好厉害哦！哎，真的是有门槛的吧？对啊，不随便人可以进，也有门槛的。这长颈鹿啊，台湾我们叫麒麟鹿。人家说什么好马要配好鞍，这里所有动物的鞍都是好鞍。这有一点。有一点童话故事，什么购物袋啊，什么东西？哇，它上面写一个会馆，然后它什么餐厅、下午茶，哇，这个品牌还有饭吃的吗？就成都有啊，真的，而且是米其林一星呢，真的是惊呆了，这里，这太先进了，太发达了，太潮流了。大家可以想象现在的温度有多低，这喷水池过去，如果要被水淋到的话，我可能要重感冒的。好多粉丝叫我们来成都，成都很棒，他们说。而且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。成都在我脑海中印象都是什么小面啊，什么九宫格火锅啊，就是啊很辣，然后很热闹这样子，哇，这里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。对，哦，我刚刚准备踩上去哎。哦，你准备踩上去吗？对啊，我居然这里有水，我以为是地啊，差点很尴尬。流动就是踩嘛。对，水要流动就是踩。它种了很多竹子，随时备用给熊猫吃的。应该是它是一个熊猫元素是吧 ？Hello。它好元素，仿佛它的目光审视了世间的一切。好像对他很不尊重，他有点不满意。拜拜。对，我们现在到太古里，然后一般我们都是这样子看，这样子。对。然后刚刚有一个人听到我们说话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可以到七楼上面去看到他的正面。”我们等一下马上出发。然后呢，这里很神奇，它这个最热闹的地方有一个去三星堆的一个候车亭，票价是10块钱，那真的是又方便又便宜，真的很交通很发达，对，真的是一个福利来的嘛。是的，从市区直奔广汉三星堆，哇，不知道它这里离三星堆到底有多远哦，票价10元，好优惠啊。对呀，大陆要玩的地方太多了，直达。然后我们现在出发去看熊猫的正面。耶、yeah, ！我们终于拍到了熊猫，它的真身了。对，要跟它合照，还要排队。哇，它很大只哎！我们在下面看它，好像没有那么大只。这里是网红打卡圣地，来成都一定会来这里打卡的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来打卡了。哇！现在成都的气温也非常低呀、啊，不知道成都会不会下雪？熊猫头，对，熊猫头。来成都，不来这个熊猫头这里拍张照，好像没来过一样。啊，对，熊猫代表成都，